这样打打圆弧，晓得吗？动态，请问动态里面有几个力量？啊？怎么只有一个呢？速度啊？前后都有？不是，我在移动，像我这拳出去，我的动态里面有几个力量？我如果是这样子，我只有这个力嘛，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，我只有这个力嘛。可是动态的话呢？动态有几个力？有地心引力跟我的行动的 momentum 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一个这个力嘛，所以当我移动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力嘛，有一个我移动的这个力嘛，再加上我虽然轻松，可是我的手上面有这个力嘛，我再加上还有我在移动当中还有这个力嘛，那么懂？所以我在动态当中我的力量比这个多。那么懂，这是动态的力量，要掌握。那掌握动态的力量，我如果只用一个什么，我只用一个地心引力的话，我到这个地方的话，你看地心引力是这个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只是这个样子哦，我只是脚拿起来哦，脚拿起来，地心引力，这个力，我加上了一个什么？我加上了一个我的动态到这边，加上了我的动态跟地心引力，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再加什么？我在这个地方的我的这个结构，你看，我出来这个力量，看不到？这个伸展力，再加上什么？我从这边到这边，我从这里到这里，我加上了一个这个拧转的这个力量，看不懂？所以它在动态当中，它可用的力量比这个力量多，晓得吗？这就在动中打人，为什么在动中打人？他用的是这个，你用这个力，他一定要停下来打，这个是要停下来打，你能用的力就是这个力，最多这个推、这个顶、这个力都是你自己身上的力。听不懂？好，所以练拳今天轻松练，你要掌握的就是这个，你要掌握这个。你掌握一个动态，你看动态，一直走，一直往前走，这个力嘛，听不懂？起来。动态，你看，动态，这个之外，加上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，看不懂？所以你要掌握好，在动的当中，你有什么东西，晓得吗？所以你的动，如果说像我刚才讲你那个。你这个过来，如果翻这个身，你的身体在后面，你翻这个身，身体变成在这边了，你就少了一个往前的那个力，是不是？你动势的力量就没有了。所以当我上这个步翻这个身，我的身体反而是什么？你看，我的身体是这样上来的，是不是？我又增加了一个这个力，我就是要维持那个动能，可以持续的一直。对，就是那个动能不能让它停下来，哎，不行，晓得吗？
那你在动的当中，你那个这几个力量它都是合起来的，它都是合起来的。所以练拳才要讲外三合内三合，听不懂？你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合起来的。我怎么动，它都是合住的，怎么动都是合住的，听不懂？这样子你的力量就多。好，好，所以今天的这个啊，今天这个好好去玩，这是很轻松的练，很轻松的练，不需要花很大的力，不要花很大的力，那个习惯，这个习惯把它改掉，以你的身体的质量，不需要你就这一下就很重了。啊，而且打得深，这种拳打不深，啊，在。